有关于这个阿扁总统，是您有邀请他来您的就职嘛？那当然是因为他之前是这个台北市长，不过他因为本身有一些争议啦，所以您跟他接触的过程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？邀请历任市长回到台北市政府参加就职典礼，这是基于尊重，也感谢他们过去对台北市的付出。